听茯苓瘟疫药草奇缺一事，朕觉得这太医院的吏目甚为缺乏，便下旨扩充人手，面向皇宫招考。这还是第一次啊，是雨欣给了朕启发，说不定这皇宫之内真的是卧虎藏龙，英才辈出。皇上英明，此番招考不限年龄公职，想必绝对不会让皇上失望。走，随朕去太医院瞧瞧。对了，总理，总理。啊，朕怎么看你最近魂不守舍，莫非春心萌动，有什么喜欢的姑娘了？皇上英明。好，带给朕瞧瞧。